高知识分子生活 PK 赛，为了获胜不择手段。今天其实不能讲医师好辣，是医师好笨，太难了，厮杀的很凶。最后赢的人可以赢下所有的通告费哦哈。我们通常见贤思齐，既然侯医师这么说了，阿妈讲的一定是对。这医师唐伯虎，一直偷看的挂科的，不能偷看别人的。我偷看大家答案，我就想说要死大家一起死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